世界级的水准，世界级的成绩了。速度，我第一名，对不对？瘦，瘦啊！你从头到尾都很坚持要寿司，是不是？你是有代言寿司店吗？你要说，你们为什么连三个一直过来？你们刚刚也过来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连三个啊。我们有等你们了。高科技太空服是由什么人制作的呢？是不是很热？怎么那么难呢？地球，我回到地球了。准决赛呢是温柔与温柔的对决哦，都是女生，都是女孩，对。但是呢，她要来争取呢唯一一张进入冠军赛的门票，所以呢，今天每一个关卡都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没错，当然在他们的队伍里面呢，也有就是上次比赛完之后，也有加强一些生力军进来。是哦。红队是来自新竹的小蝴蝶，以温柔冷静闯进准决赛的他们，能否展现练舞时的好默契晋级决赛呢？哎，你们这次的造型是太空人的造型吗？还是嫦娥？不是，嫦娥不是，不是。你们应该有去过一趟月球吧？没有。不过你们等一下会带来精彩的表演，对不对？对。上一次录应该比较紧张，这次来比较不紧张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哦。轻松很多，对不对？脑神在在的，很好，加油！祝福你们。蓝队是来自新北的金山国小，以沉着且乐观的态度挺进准决赛的他们，是否能继续勇往直前突破难关呢？这次的队员跟上一次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，哦，不一样。加强的是这位咯，还有对对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位还有，哎呦，这个字对不起，向荣吗？还是小荣？上上下的那个上，上李向荣，你目前为止第一次就念对的人多不多？不多不多不多，应该就你爸妈而已嘛。对 ，OK OK OK， 有没有信心？嗯、有。晋级决赛好吗？好。拿冠军好吗？好。决战冒险王赛制说明，赢得关卡的队伍即可参加戳戳乐累积奖金，获得较高奖金的队伍获胜，晋级终极总冠军赛。除了两队来竞争我们最后一张总冠军的门票之外呢，也有大来宾来到我们现场。没错。Yeah. 各位观众，光之美少女今天。20周年了，让我们欢迎2023开阔天空光之美少女的晴空天使与蓝镜天使，掌声！还有蓝天哥哥姐姐以及洛琳姐姐带来精彩的表演。手接吻起来。Thank you.
晴空天使跟冷静天使啊，都是你知道你们的那个可爱的肖像或者是娃娃之类。看到你本人，你真的眼睛是你脸的三分之二呢。哇！而且他的头发好漂亮。对啊。天哪！那我们要和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打声招呼喽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开阔天空光之美少女。美少女在每个礼拜六的早上8点都会在悠悠 TV 播出哦，而且今年很特别，因为今年是我们光之美少女20周年，这个喜悦要跟大家分享。等到20周年一定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我们今年有做了非常多的突破哦。没错，那以往呢，天使的颜色呢都是粉色的，那今年主要天使的颜色就换成蓝色的。蓝，对，眼睛蓝，衣服，然后这个心是蓝，衣服也都是蓝的，没错，鞋子都蓝的，对，鞋子也是蓝的，没错，好可爱，非常富有正义感的晴空天使。欢迎！而且除此之外呢，每一年的光之美少女，她都是以国高中生为人设。对，今年我们有加入了成年的光之美少女，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加入。谢谢。加入光之爷爷啊！没有，有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，可以一起。因为今年还有一个突破，是首次的加入男生的天使。光之胖子，不生气了。那我们就可以喊一个 slogan 了，好不好？一起来，一起来，我们是开阔天空，光之美少女。很幸运呢，我们今天两位姐姐会跟我们一起来闯关。哇！对不对？到底谁可以获得我们最后一张冠军赛的门票呢？是。马上进第二关卡 ，Let's go！ 手球滑水道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全员出动，利用卷尺依序将乒乓球滚入终点的杯子中，花费时间较短的队伍获胜。手球滑水道。待会呢，洛璃姐姐要先了。对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球球滑水道，请倒数。3, 2, 1 ，Go！ 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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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，很好。稳稳的。好，竖起来，请小心，很棒，成功。加油，加油，慢慢来。很棒哦，稳稳的。可以。控制速度。是世界级的水准，世界级的成绩了，完全零失误，成绩57秒20，超强，平均一个人不到10秒钟，没有错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地表最快的滑水道了，而且听他们开心的同时，自己也担心了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他们实力很坚强，但是他们穿得很华丽，就是阵容更庞大，感觉更紧张。没关系，你可以的。他们很厉害，因为他们是刚刚从月球下来的舞者，原来是这样，所以才可以一次成功，太厉害了。没关系，蓝队也很强，没错没错，可以。好，即将我们蓝队上场。哇，刚刚的记录是57秒20，其实不容易哦，就是零失误。你有没有什么诀窍？要不要跟我们天竺鼠姐姐说一下？刚刚小朋友教我，就是在玩之前要先把那个尺先拉直，拉直，对，然后先斜一点点倾斜，然后到快到一半的时候再放平一点。哦，然后速度不要冲过头。对对对，笔记起来，笔记起来。等一下，如果失败的话，就是洛璃姐姐的问题。拉直女子的战争，我就不加入了。准备好了没？好
请倒数 3, 2, 1 go！ 加油加油，速度很快哦，好，加油，稳稳的稳稳的，好，很棒很棒，稳稳的，七秒钟，加油加油，快哦，求稳就好，不求快没关系，只要拉直，好好，这组也很厉害，哇，梦辰只拉直哦。控制一下速度，哇！没关系，再一次可以的，尺拉直，尺拉直，开始一点，轻轻的，稳稳的，轻轻的，准备，好，尺要拉直哦，加油，加油，很棒，先斜斜一点，很好，加油，弄平，弄平，啊，没关系，再一次，稳稳的，没关系，拉直，好，可以，很棒。很稳，很稳。拉直尺对，好，稳稳的。好，控制很棒，控制控制的很好哦。好。地表最快的第二名。OK， 成绩公布，1分21秒。其实也是不错的。组没有那么强的话，我们觉得其实也没有。可是就突然他们那么强之后，心魔就来了。对对，第二第一组是太坏了。对，真的太坏了。不过我想天主姐姐应该非常的紧张。真的真的。不过没关系，下面还有很多关卡可以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好。OK， 恭喜我们的红队同学，抽出了。来，派一位代表。先回桌。好，我们一起来。来，我们红队派一位同学。红队，我们一起来。来。你要哪一个哦？看哪一个，你自己决定。Go！ 好，再加油，再用力，用力。好，是什么？会有会抽到奖？那个纸包得很紧。走，好，来我们来前面，我们来前面。我们这里有1500，还有2000，2500，对，2000，祝福你。好的，开始，来，希望多少？2500。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洛璃，还有我们的天竺鼠姐姐，来帮我们应援，帮我们的准冠军赛的队伍加油。对 ，OK， 我们要结束前还没有什么话想跟各位来说一下。那我们就再宣传一下《光之美少女》的播出时间，就在每个礼拜六早上的8点钟，大家一起准时收看哦。好的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。比手画脚大连线游戏规则说明，连队派出2名代表，主持人比出16宫格内的题目，答对即可将此格打圈，最快连成一线的队伍获胜。比手画脚大连线非常非常厉害哦，我们有16宫格，你只要完成一条线之后一按铃，我的计时器就结束，看谁快，好不好？就4题就好了。4题，而且我还要不能讲话，要吃上这个奶嘴。奶嘴。好，请揭示我们这一个回合的题目是。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Ready Go。3个字，1个字手，3个字踢手。手扶梯，恭喜答对。第二题，2个字，第一个字，五平，五线拉叉，五一，五五什么？五什么？两，一声，一声，当五。五什么？第二个字，乌贼。恭喜答对。第三题，几个字？3个字。第一个字，怕。不是。字。错。电。第二个字，电。电梯。电热。不是。电扇，电风扇，电风扇，2个字，第一个字，
正方、长方形、方、方、蟹、蟹、考卷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小大蟹擦，橡皮擦。擦。不是，不对。擦错。错，不对。第二个字什么动作？什么动作？牛，牛，牛。第一个字，第二个字是牛。第一个字什么字？快点，加油！第一个字牛，牛，正方形什么牛？嗯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在比什么东西？画什么？什么画牛？画画画牛。他们出谁了？什么牛？我牛过大六挂牛挂牛，恭喜大家！其实不瞒你说，我觉得你留胡子蛮好看的。挂牛怎么那么难？刚刚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想刮刮乐啊，乐刮刮乐啊！你们比较少买彩券对不对？刮牛，成绩公布，2分15秒。没有，那我觉得这对同学也非常棒，就是呢，他过程中一直在猜，对他们一直在猜，一直猜，一直猜，你一直猜，你一直猜，他才会有方向。而且他们刚刚讲了一个挂牛，挂牛，挂牛，可是就是，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讲对了，对不对？啊 ，OK， 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们的蓝队上场，燕君哥哥，来助蓝队上场，来看看燕君哥哥跟同学们的默契怎么样，有没有信心？我对我的队友很有信心。几分钟？2分14秒。我赢一秒。好，题目请揭晓。燕君哥哥给你看10秒钟，看一下现在有什么很难的，连成一条线，所以要想四个答案。好，好，计时开始。第一个是。是谁？不要讲话。说吸吸气气气下下下抽抽进进，要不要换？几个字，先跟大家讲几个字。第二个字，两个字。第一个字，打打击，做做撞撞撞。第二个。撞球，撞球，恭喜答对。好，三个字，一个字，火搭消，消夏天米，夏天米，消防子，消什么？消防栓，消防队。哎，恭喜答对。好，紧接着。就是要寿司是不是？你是有代言寿司店吗？你明明就是要寿同学，你都弄不出来，你的肚子都掀起来了。我觉得杜拜比较简单了，杜拜拜就好了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尽力了啦。你们的成绩非常的不错，知道吧？2分14就好了。1分58秒28。怎么可能？你前面三个超快，你就是那个寿司那个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最简单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最难是撞球，撞球讲完之后，我发现枸杞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完蛋，他已经答对了，我只能往上走了。我边走边想，这怎么比，你知道吗？消防队也还蛮厉害的，你是在削水果是不是？我在削啊，削水果。我在比这个时候，我还在想他。头都是汗。
明明在捧那个，怎么额头都，你的头皮都是汗呢？出去，也超难的。这个游戏还是不要常出现好了，因为只会逼疯主持人。哇，很不错哦，刚刚捧对的是两分十五，来的是一分五十八。来，对，请派一位同学来搓搓了。孟晨，孟晨交给你喽。好，看有哪一个，请坐。好，我们来前面。到底有多少奖学金开始累积嘞？哎呀，1500。所以目前呢，蓝队是1500元，红队是2000元。恭喜！马上进入下一关卡 ，Let's go。工程月底游戏规则说明，每队派三名代表轮流将保特瓶甩正，成功即可前进一格，率先占领对方领地者获胜。成略地，现在目前呢，两队呢只差了500元而已。OK， 等一下呢，我们呢只要一成功，就可以往对方的目的地走一步。攻城略地，攻城略地，只要攻下呢就可以获胜，好不好？5战3胜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老师，请倒数。3, 2, 1，来哦！哎呦，蓝队目前领先，红队要回领先。现在走回原点了，对对对，好，看看红队再往前一步，再发力一点，红队，加油加油加油，蓝队剩最后一步了，加油加油，加油，拿力一点，先拿力，高点，先拿胜再说，加油加油，挥挥，对。两次都在这个地方，对，可是要滑出来了，又滑不回去。对，你每次落点都太外面了。哎呀，恭喜我们的蓝队 ！Round two， 请就位。Round two， 请倒数。3, 2, 1，红队、蓝队领先。快点！好，再回原点了。目前1-1战成平手，接下来3战2胜了 ，Round 3 Go， 攻城略地 ，Round 3换选手上场了，是，我们尽量不要慌乱，好不好？到最后脸会越来越臭，相信我，我刚到最后面脸很臭，因为觉得为什么攻不下来？请问准备好了没？好了，好了，老师请倒数。3, 2, 1。
什么连三个一直过来？你们刚刚也过来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可是门连三个啊！我们有等你们了。而且你很厉害耶，你没有刚刚你练的时候很厉害，正式还好。没有刚刚换他的时候，我想说加油，我不想再玩了，压力太大了。因为刚刚呼唤领先太多次了。对对，压力真的好大。好，所以这次呢是我们蓝队进攻，拜拜。目前为止2-1，哎呦，精彩喽，很重要的。Round four， 请倒数。刚刚我们都到这边了，就不等我们一下。哎，奇，刚刚都等你们了。那这样子，你说2-2这样子平手，是不是更精彩？哎，对，接下来又换他们自己来比赛了。而且重点是不关我们两个的事情。表现太好了，2-2赞成平手，选你们厉害的出来。最后一战，最后一 round， 请倒数。已经不过他已经撞到了，对，他就很老实的，对，对，结果他看一下别人，再来一次好了，对，对，没错，遵守游戏规则，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，很棒。来，现在我们换我们红队同学来出说了，还有一位同学，蓝队请先换位，谢谢蓝队同学。红队现在目前只差500而已，其实几乎算平手，对，算几乎算平手。来，加油，选一个提醒，又停。好，太漂亮！好，我全部没在等的，有杨紫琼的 feel。好，杨紫琼。现在目前你们的是2000元奖学金，2500，往上累积多少？哎呦，2500，最高4500。我们现在目前是4500对1500，所以差了3000，不过还有机会哦。OK， 好，紧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小蝴蝶要带来一个非常厉害的舞蹈表演，掌声鼓励。
且跟刚刚在答题的样子完全不一样。而且我好喜欢他们的笑容，就觉得哇，好有方向，然后呢，非常很正面的感觉。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马上进下一关卡，走。吹龙大挑战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派三名代表，利用吹龙将乒乓球弹起，并撞倒旅馆，最快完成的队伍获胜。吹龙大挑战，欣怡姐姐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我们小时候玩的吸管前面绑的那个东西，吹出来打直出去，这个东西叫吹龙嘞。我就想说它是吹的而已啊，今天才知道这个叫吹龙。哦，待会呢，我们要每个人的手上都有一个吹龙，是，然后呢会拿着我们的乒乓球，对，然后呢把前面的我们这个铝罐呢撞击，是。只要掉到地上了，然后呢，三个最快的一按铃之后就获胜。没错，好不好？我们只有两乱哦。好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吹龙大挑战，请倒数。3, 2, 1, go！ 加油！加油！等一下按铃哦，记得。哦，现在有力气哦。加油！哦，要准哦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过去，右边一点，右边过来。有没有想玩的还没有玩到的？刚才会不会其实不容易？他不容易，他是不是心虚？心虚姐姐，可能要大力，可能要大力。对，因为你知道心虚姐的肺活量比较宽广。对，那个都穿了。对 ，OK， 好，恭喜我们的蓝队获胜。Round two， 好可爱哦。Round two， 请倒数。打到不会掉，要力气，要力气，一起搓搓呢。两队各派一位代表出现 ，OK， 拉手，请派一位代表，请。黄队来，剪刀石头布，一下下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先搓，好，好，该你，好，等一下哦，该你。哎呦，大家来，力气都很惊人，往上搓下，来看看，哇，2500。目前呢是6000对上我们的4000，哦对4000，对6000对4000，所以呢只差2000，这一关非常非常的重要。OK， 玩你这个关卡 Go。超级金头脑游戏规则说明：根据题目回答问题，答对题数多的队伍获胜。超级金头脑。哎呀，现在目前呢，两队呢只差了2000，所以呢，只要这个关卡获胜，就有机会会赢。没错，也是抢下我们最后一张冠军门票。对 ，OK， 想不想赢？想。好紧张啊！好，紧接下来是我们的影片题，我们的一个影片，我们会有出题目在里面哦，要仔细看喽。请看我们的影片题。那就是地球的肚脐。星星。真是你，对吧？对吧？没有想到你爸爸这么大只。嗯，不对，那只是星星，我爸爸是那只比较小的星星。啊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哦，小星，好可爱，小
游戏耶。好的，这个影片呢，我们老师要出什么题目呢？请问，在蜡笔小新《幽灵忍者真风传》影片中，总共出现几个人？哦 ，A 五个人 ，B 六个人 ，C 七个人。哎呦，有没有数一下下？六个人，七个人。确定有小新？小新好可爱，穿忍者衣。小心几个人想一想，数到三，请翻答案板。一二三，红队答案是 B 六个人，非常确定。蓝队是 C 七个人，也很有信心。对，那我们看到底是多一个人还是少一个人？答案就是六个人。恭喜我们的红队。好，紧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第二题，是我们的图片题。我们请看题目哦。好的，一样呢，也是这个忍者。我来看看题目是什么。请问，在蜡笔小新《幽灵忍者真风传》中，小新穿的忍者装是什么颜色呢 ？A. 紫色 ，B. 黄色 ，C. 粉红色。挺明显的哦，挺明显的，紫色、黄色还是粉红色呢？请翻板，一二三，红队答案是 A. 紫色。为什么觉得是紫色？因为有看到，我们看到是粉红色，对，差那么多，紫色跟粉红色，很有信心吗？有。为什么自己叹了气的感觉？谁看到粉红色的举手？很好，来看看答案是 C 粉红色，恭喜蓝队。好，紧接着马上进到我们的知识题，知识题第一题是什么？来看看，美国人阿姆斯壮是第一位登上月球的太空人。请问高科技太空服是由什么人制作的呢 ？A. 太空总署科学家 ，B. 军品装备制造商 ，C. 内衣工厂的阿姨。哎呦，这是我的一小步，却是人类的一大步。哎，你哎。是不是很热？怎么在那拿到？我回到地球了。而且我刚刚慢慢的从你的眼罩，然后越来越雾，越来越雾。我想说，还是脱下来好了，问问看是由什么人制作的哦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数到三，请翻答案板，一二三。红队答案是 A， 太空总署的科学家。为什么觉得是科学家？我感觉科学家了解太空人才可以做出太空服。哦，因为他一些职材也要很特别，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很好。来，我刚刚从月球回来，又遇到你们。同装扮的，超搭的，同装扮的，超搭。我们这边答案是 B。为什么觉得是军品装备的制造厂？课本好像有讲过，这个题目有点就是 A 跟 B 在选啊。对 ，C 是内衣工厂的阿姨啊。对，可是你不觉得很诡异吗？你就觉得有一点点特别，怎么会有这个答案呢？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什么。谢谢阿姨，谢谢哪一台？他来跟你谢谢。哪位阿姨这么伟大？你先道歉再说谢谢。谢谢阿姨，谢谢阿姨这么伟大，这是阿姨做出来的。来跟大家解释一下，这个高科技太空衣呢，其实是由美国内衣公司所制造出来的。像这些军用制造商应该也会做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们知道吗？他们设计出来的成品啊，反而像装甲一样，是。所以像装甲一样，它会很难活动啊，对不对？反而这间内衣公司提出，那我们就用亲肤的这个尼龙纤维或者是乳胶纸材，让太空衣可以更贴身一点点，那克服这个动作性不足的难题。由于制造太空衣的裁缝全数由来自内衣工厂的阿姨们，他们来亲手做的。虽然呢，他们个个都是裁缝高手，可是你们知道吗？这太空衣啊，它的缝线误差不可以超过0.04公分。0.04它是超小的，超小。对，所以呢，这些阿姨很可爱，他会把你们的照片。把我们的照片对放在他的裁缝车上，哇，太厉害了！然后就督促自己说，手上的衣服是泰戈尔在外太空赖以生存的唯一保护，我一定要很小心，因为0.04公分的误差真的很细很细，蛮感人的。这套衣服真的不适合在地球穿，当然因为很热，而且照道理那个真的太空衣穿上去会更贴更不舒服，没有错。所以我要去外太空了，我知道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因为在这里都没有答对。
直接来看看下一题。到兰屿旅游一定要参观当地的传统地下屋，请问这个设计是为了什么呢？ A 防风， B 可当防空洞， C 方便采集雨水。 这感觉是以上皆是啊，来想一想哦。哦，蓝队还在讨论，有答案了吗？数到三请分答板，一二三。好，两队答案都是 A， 所以你们觉得是 A 是防风，为什么觉得是防风？课本之前好像有讲过。这边读同一个课本吗？在海的附近，因为它在海的附近，可能海风比较大。燕君哥哥他有去过兰屿，不知道他现在从那个。你变回正常人了。我发现其实你虽然没有演戏，但是光在我们这个节目你变装变很多。你从太空人演到唐三藏，哦，以前演到现在。兰屿的这个地下屋，哎，你有去过兰屿？有，很好玩，对不对？我超级喜欢兰屿的，超美。因为台湾现在外岛很多，但是兰屿呢，它是保有非常原始的风味。好，他们答案都是防风，到底答案是不是防风呢？一起来看看。恭喜答对，就是防风。兰屿呢，传统住屋是因为当地呢高温多雨、台风频繁的气候呢所发展出来的居住方式哦，又称为地下屋。对，它住在呢地域地面1至2公尺深的地穴，冬暖夏凉，而且隔热效果非常好，加上呢能躲避台风、东北季风还有地震，所以呢让兰屿部落的老人都眷恋不已哦。而且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地下屋啊，你如果去兰屿的话，可以去参观，因为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凉。接下来下一题，老师请出题。很多商家会在计算机上贴50元铜板招财，请问硬币要放哪才有招财的效果呢？ A 左上方， B 右上方， C 都可以。哎呦，确定有放硬币，只是不知道是左边还是右边，请问答案板，一二三，左右上方还是？红哥答案是 A 左上方，有看过？有，确定是左边？确定这边？我们这边也是 A 左上方，有看过。有，大概有一些记忆，有点招财猫的时候也是，左边在摆动。答案就是，恭喜答对，就是左上方。在计算机上面贴硬币呢，主要是希望当然都能招财，然后让财源滚滚来。在早期呢，先是贴1元硬币，后来发现，哎，10元好像比1元大，那我们就来贴10元好了。现在发现，哎，50元最大，那就来贴50元好了。所以慢慢呢，就风行啊，变成现在贴上50元的硬币哦。但是硬币呢，只能贴在左边，因为呢，就是那个说法，就是左边代表进财，而右边呢代表土财的含义。学到了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成绩。红队答对3题，蓝队答对3题。平手，又平手，所以我们又要一起来搓搓乐了。好，两队派位同学请出列。好，来剪刀石头布。好，蓝队先搓。好，我。好，红队紧接着。好，那我们来前面。我们先看蓝队，好了吧？来个2500吧。那恭喜，放错。真的就是2500，恭喜蓝队。级的 semi final 准决赛呢，是我们的红队胜出。耶！累积的我们奖金是8500元。来宾给我们精美的奖品。恭喜红队晋级冠军赛。耶！各位同学，记住我们的超级总动员。拜拜。